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 One Piece 榜第二写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赛季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日本纯片时间的这个赛季啊，已经到达这个尾声了，只剩下14个小时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来就是连续录个两集吧，就来玩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蓝队，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最终分数能够达到多少，直接二话不说直接走起，好不好？然后待会的话看一下玩绿队还是红队吧，就是我们下一集。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日本之旅的这个纯片时间啦，应该就算结束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尽可能看一下，就是回国之后能不能再继续来打点我们这边的东西，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更新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有趣一点点。也感谢大家，就是日本纯片时间这段时间也可以继续支持一下泽平的这个影片啦。毕竟出国玩的时候呢，就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每天更新给大家看。所以这边的话，内容物可能稍微就是会有点就是雷同或怎么样的话，这个还是请大家多多担待啦。哦，那今天的话，我们一样先那个基德罗。我先做一波夺宝吧，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那个谁啊，就是藤虎啊，藤虎一个守卫者，虽然他没有把血量拉高，但是我们只要先努力去夺宝，然后我们再就是开我们这边的这个蓝凯多哦，应该就可以来做一波就是那个阵型的这个守住了哦，来啦各位，这边还有 baby 耶。反正现在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要爬到那个什么百大，对这边来说的话是做梦，真的是有够夸张难的，我也没办法，好吧，我们这个只能就是尽可能再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找时间再爬一下，因为这一次其实算是泽平最认真的一次，就是我真的是有比较快想要就是那个做一波就是那个排位的这个爬，所以我都有一直在打，但是说真的好难哎。他真的不是说你想要随便就是可以爬起来的，有点麻烦。好，夺成功，大炮开启 ，Come on， 来呼，让我们继续走起。Hello， 罗来喽，哦，直接开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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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烂，哇，有技能，好像就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点了。好，变身。大枪枪轰一下，然后继续拔，没问题。然后他应该开技能，哎、欸，没有哎、欸，这边是伊卡，完了，好快哦。但我们这边，哎、欸，我们队友怎么没有去夺他们一点啊？一点不是应该可以吗？对啊，快去夺一点，老哥，快点，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了，然后这边交给我，好不好？赶快守一下，中间西点，我先发个大火球，上啊，孩子们！炸烂好不好？赶快炸爆他们，然后这边先拉高，然后他们家没有人去顾那个哎、欸。哦，我们这边这个大棒锤看一下，好像可以哦。哦，被我抓到了哦。哇，一个麻痹，帮一下。哇，我怎么觉得我们这边好像有点尴尬哦？这边神猛好海鲜哦。喷火，然后大招，哎，不对，这个只能完了，是超烂，那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啊，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啊，那个不是我们的阵地，死定了哎、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那个哎、欸，得到什么好机会耶、欸，完了，哇靠 ，OK 好，我来夺。来一个，好，那边躲的，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阵型应该还算 OK， 比较不会到就是完全不行。然后我们这边两只夺宝在这边，然后不要被弄到的话，应该是可以顺利再夺。哎，飞老哥他飞走嘞 ，Come on， 来呼！完了，不是啊，老哥，我这边两只哎，你们这没得搞吗？那边其他的部分。完了！哇，老哥，躲一下，拜托了！哎、欸，没了，完了，真的没了！哇，好难赢哦，各位！完蛋喽，各位！不然我们下一把看看那个好了，就是一样先那个，先我们的凯多先起手好了。不然我觉得一开始要先把一些拉掉之后让他们去抢，之后我们再去那个宝地那边把东西拉高，好像会比较好那么一咪咪耶、欸。因为没这样拉的话，好像真的没办法做啥事情哎、欸。
就我有去躲，但是我躲完之后的话，我就是在做一个远距离输出，因为我们这个基德罗他没有办法把那个血量拉高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就是守住，因为炸飞他们之后，他们如果没死，他们就会再站起来，这样好像不是那么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如果先就是。先努力的先用这个凯多先去拉高一些，就是我们那边的血量会不会比较好一咪咪呢？我也不知道，就来 check 看看哦。我只能说，这一次的这个日本之旅爬排位时间啊，真的越爬越低分，最高分就到了这个16多了，好不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永远没有然后啦，各位。但是真的也是一个蛮奇特的这个旅程，好不好？没有爬，我还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这么的麻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哎呦，我觉得我自己打的这个分数应该打蛮好的，但连续打起来的话，还是有这个连败的场面。而且基本上你连输的话，那扣分扣的真的是会比加分还要多，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好不好？我只能说，我们可以之后再继续努力，然后就学点东西啦。我是真的觉得大家就说的很对，就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放一些能够强行攻，就是强行夺宝的角色的话，你真的就是会被别人左右战局，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打到就是那个怎么就是那个阵型的这个逆转啦、因为你都要靠别人吃饭这样子，这是比较尴尬一点点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靠别人吃饭这样子。算了，他被我打死了没啊，老哥？哇，还是没有被炸死哎、这索隆人啊，发什么神经啊？啊，为什么我们家又被另外一个人在躲啊？哇 ，baby！然后最扯的就是我们家还没有人可以去夺到其他的这个位置，更扯。哎，有人要上去咯。哇，我明明就有顺嘞，还没办法哦。哇，他们两个把我推开哎，好会哦。哎，不是，哇，我们家又有人了。哇靠，妈躲太快了吧！哇，哎，不是哎。干完了，直接被一个智商压制，是不是？我们哇，他们真的很会耶！完了，我开始在佩服对面了。哇，这个我这个吐息还没有办法把它吐到一个很好的那个血量低位，死定了！我在那边跟这个妮卡这边耗，好像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也被耗到完蛋。我决定要走了，不跟他玩了。I out， 哦，不跟你玩了，我要走了。是啊，我们还有办法吗，老哥们？哇，针对我啊，老哥！喷一下。哦，杀死一只可以。快加油加油，下面还有机会。哇哇哇哇哇哇哇，哎、老哥快打飞他们。完了完了，不是有人在挂机是不是啊？我发现我们会输了点了。哇，干嘛有人在挂机啊？好吧，这个如履薄冰，好不好？那也没办法了，有一个索隆在挂机，好像不是索隆好像是那个谁，是那个就是那个 King， 完了，好像要到1000分之内了，各位。啊、干嘛啦哦？傻眼哎，越爬越低分，再一把吧，看一下能不能再爬回去我们的这个1000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哭死。来啦，各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没想到居然是在千阳号啊，各位。所以现在千阳号已经是那个正规的这个地图了，是不是？我现在才知道，哇，这是我第一次在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赛场上面遇到这个千阳号关卡，应该还算是挺有趣、蛮好玩的哦。手起啊，怎么没有？我每次觉得就是我们这边队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强点的这个能力好像都蛮低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很快就是站到一些好的点位，那好像会影响蛮多的，各位。
哟呼！大全集开扁。干嘛？哎，我们不是合作关系吗？比个妈妈。哇，你这样对我的、啊，我决定要先喷个龙了，在天空上飞。然后这边来一个，哇，没办法让我吐息啊！哎、欸，这个什么？这个吸点也太多人在争斗了吧？完了，我们上面猪点失手了，完蛋了！怎么每一场的对面都那么的会打架、啊？是在搞毛鬼啊？对面总是那么的硬邦邦跟恐怖哎、欸，发生啥咪事情？我来了。基德罗，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疯狂继续躲。这是巴雷特，对不对？大手收，哎，我被震了，怎会如此？哎、欸，我怎么没办法变身啊？哦，直接强行躲了，不是啊！大家加油啊！这可是千阳号哎、欸！不是哎、欸，老哥！啊！又要输惨惨了！不行哎、欸，各位。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守卫者的这个时间了，但我们好像就只有这个点而已耶，大家加油，快努力抢，有，还是躲了一个了，我们直接把弩轰飞耶，其实我们这支的这个凯多的能力确实是蛮厉害的，说真的，哦，可以，我觉得还行，赶快快，不要麻痹我，我要出大火球，完了。左下角那边败掉了，但是上面两个可以试试看。完了，谁快去帮那个上面那一个？我只能在那边守点了。哎、欸，再去抢一个好不好？完了 ，GG， 没得抢了。哇，老哥他要去吸点跟人家打，没了。好啦，这把哇 GG 了，各位。哦。哦，好啦，我们这边后面一直疯狂扣分，好不好？是不是不该爬啊，各位？怎么那么的惨？